是线上讲座，10月30日上午10点，邀请专家针对联邦医疗保险提供最新最完整资讯。佛教慈济美国医疗基金会将为您详细说明如何申请医疗白卡及慈济的各项医疗服务。敬请锁定东森每周线上讲座。东森每周电视线上讲座，10月30日上午10点，邀请专家针对联邦医疗保险提供最新最完整资讯。佛教慈济美国医疗基金会将为您详细说明如何申请医疗白卡及慈济的各项医疗服务。敬请锁定东森每周线上讲座。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森每周线上讲座。红蓝卡的开放投保期已经开始了，那各个保险公司呢跟医疗网都有提供不一样的给付和福利，该怎么做选择对你最有利呢？那除了红蓝卡之外，白卡该如何申请？还有哪些机构的免费服务我们可以利用到呢？今天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美国医疗慈济基金会的执行长邓伯仁邓医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欢迎邓医师。主持人好，线上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感恩给我这个机会。邓医师你好，我知道邓医师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绰号叫做爱哭的医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呢？是，可能搞不好讲一讲又哭了哈。我跟慈济结缘呢，是因为义诊的关系。那当我开始行医的时候呢，我住北岭，所以就跟着北岭的慈济志工一起到去做义诊。那前前后后呢也做了大概10年有了哈。那这一段时间呢，在做义诊呢都是很欢喜的，但是因为自己的诊所比较忙哈，所以就不是每一次都能参加。记得是有一次办茶会的时候呢，是要感恩这个有参与义诊的医师所办的一个茶会。那因为我是医师嘛，所以呢就被邀约上台去做个分享。那我拿着麦克风呢，看着这个听这个台下的这个听众啊，就远远看去呢，我看到一位慈济人，他走在这个墙的后面啊。我认识这个慈济人，因为他也是我的病人，所以我知道他的身体情况不是最好。但是他是一个相机的志工，意思就是说他是负责整个义诊团队的午餐，所以呢，他在前一天呢、就忙到凌晨1-2点，然后呢，搞不好3-4点又要起床啊，开始准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午餐，重点是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享用到热腾腾的午餐。那我那在那个拿着麦克风那当下看到这位志工，我心里就涌出了很多的感觉。这个感觉就让我想到刚才讲的这些非常的感动我。因为我在想，我只是一个医师，因为有医师的光环，在义诊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就跟病人讲些话而已，那坐在那边一整天。那这位志工呢是忙上忙下，前一天就开始忙，结束之后还要忙。那为什么不是他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而是我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呢我的眼泪就一直掉，那也在台上也讲不出半句话。在那当下呢，我就觉得说我需要认识这个团体，因为这个团体太不可思议。就这样子跟慈济结下了更深的一个缘，然后就有这么可爱的称号，对吧？那你可以跟我们谈谈说，像美国，你跟美国的慈济是怎么结缘的呢？是，就在那一次的茶会之后啊，就有讲了，我是真的很想认识这个团体。那么也就因缘就是不可思议，在那一年的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我又受邀到台湾去参加所谓的仁医会。这个仁医会呢是一个年会，那每一年呢，在中秋节的时候呢，这个上人呢就是创办慈济的创办的一个法师正元法师，那他就会邀约全球的医师们，有参与过慈济义诊的医师们一起到花莲大家一起开会分享各国的这个义诊的经验啊，那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医师们呢欢度中秋节。那我回去的时候呢，就再更有机会更进一步的认识慈济。但是我带回美国的是更多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慈济这个团体这么了不起？那后来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答案就是说，自己要去做，要亲自去体验，我才能够了解这个团体。所以我回来了美国，我就报名参加所谓的志工培训，也就是说，想要成为一个这个实名的慈济志工啊。那我也做了2年的这个志工的受训，然后才正式的成为一个慈济人。那在中间怎么会接下执行长这个棒子的呀？
执行长的棒子，要讲这个可能故事比较长一点哈。那我在受证之后啊，这个很多人在鼓励我哈，就是说啊，邓医师啊，你已经是慈济人了啊。那我们在慈济呢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所以呢，要修行呢，一定要先发一个大愿啊。我在想，发大愿，我老实讲，学佛的也是因为接触慈济才有机会。学习佛学，那但是呢，这个经历太浅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发愿。但是我是医师，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的呢，就是照顾病人。那我知道，我们慈济呢是有诊所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受证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在北岭自己的诊所就先结束掉，然后呢就搬到了我们的1000号，这是我们慈济的第一间义诊中心，就在 Alhambra 的 Garfield 的1000号。那在从那边开始呢，就一直驻诊到现在。进来慈济的义诊中心也不是进来当执行长的啦，我是真的很想要借慈济上人给我们的这个平台啊，能够做到我自己能做的事情，那就是看诊。那么经过了几年以后呢，因为我们就是需要有人在承担执行长这个位置，那由我们上一届的执行长葛继舍医师，那他就认为我应该接下这个担子，然后继续做所谓的慈济事，就是把我们的慈济医疗事业呢发扬光大。嗯，刚刚医师有谈到，就过去这十几年的义诊经验中，那我们知道其实义诊跟一般看诊的经验其实是差非常多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说你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义诊经验？印象深刻的地方是蛮多的哈。那我们义诊呢，我参与的真的是也蛮丰富的经验。说实在，我们美国国内的义诊，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美国的总会呢是在 St. Demons。那我们在美国总会的这个区域啊，我们有4个。主要的定点，然后我们是长期在做义诊的服务，这是属于国内美国国内的。有一些地方我们已经做了超过25年啊。那海外呢，也有好几个国家都有机会参与，像海地啊、洪都拉斯啊、墨西哥啊、厄瓜多呀等等这几个国家，都是属于中南美洲的国家。那义诊的不同哈，因为我们诊所一开始也是以义诊为出发点的，所以但是他们是不一样。那我觉得最主要的不同呢，就是我们在做义诊看诊的对象啊，真的共同点就一个穷，他们非常非常的穷。那我们去的点呢，确实也是因为这一群居民啊，就是穷到没有机会看医生。那就算他们有机会看到医生，也并不一定买得起药，所以他们的这个医疗的品质呢是不好的。那我们有这种机会、这种因缘，可以去跟他们结缘哈，有机会去照顾他们，我们当然就是会去。那既然是去了，我们也不会只是去一次，那就会是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因为穷啊，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症状。那有一些说实在的，也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帮忙的，因为他们的疾病呢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年啊。那我们去的是最大的这个挑战就是资源，因为我们人力是有限的，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真的只能够做到我们能够帮助的。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是有外科医师跟着走，那我们就是在没有像在美国这种手术房的医疗设备里，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帮病人开刀啊，那我们就是尽我们所能去服务他们。那有一些疾病真的是蛮严重的，那当然呢，让我们发现了有生命危险的这个病患呢，还是这个病者呢来义诊的地方看诊，我们发现了以后呢，还是会联络当地的911啊，那把他们送到医院，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够现场处理的案子。嗯哼，那当地的居民最譬如说他们会想要拿药嘛，你会分发一些药，是对。那你提供最多的药是哪一种呢？哦，很多，每个国家呢需求，这个其实是需要经验的。那刚好我也有这个机会做海外义诊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我是负责药局的，就是说要携带一些什么药，那我们要先把它包装好、分类好根据我们的医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有眼科医师，那我们就会
特别的准备很多的眼药水，不管是抗生素啦，这个类固醇啦，各式抗霉菌的药啦，等等等，人工泪液啊。那如果我们这次去的是有这个外科的医师，我们就会准备更多的止痛药啊，抗生素啊，口服的抗生素啊，还有医疗那个手术的器材等等。那这是根据不同的参与者，然后再根据国家。那不同的国家呢，他们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我现在能想到的比较有趣的就是海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去海地义诊，那是我的第一次去海地。我并不了解当地的这个居民的情况。那个时候呢，也刚刚好有另外一个慈善团体呢，捐给我们很多很多那个气喘病可以使用的药。那气喘病使用的药在美国真的是蛮昂贵的。那我们收了一大箱啊，200多。的这个呼吸的这个药呢，我好高兴，说哇，这个海地人有点福气啦，如果他们需要呢，我们甚至一个人可以发3个月的份。结果一去的时候呢，既然发现我们看诊的人啊，有气喘病人少之又少，已经超乎我的预料之外啊。我没想到海地其他的国家很需要，我们反而那个时候没有，很少少的这些药啊，一下子就给光了。但是在海地准备了，结果却需求的这个病人就很少。那海地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很喜欢这个维他命，所以还好我们那时候也准备了1000多份的这个维他命。那有来看诊的病人呢，我们就会发维他命给他们。这是要亲身体验过，你才会知道哦，他们当地需要的是什么。对对对。那邓医生把爱跟责任就延续到了慈济的基金会，那能不能请我们跟观众分享一下慈济基金会的发展历史呢？慈济基金会是因为如果讲到慈济医疗基金会的话呢，因为在美国哈，我们做医疗呢是一个专业，所以我们有成立一个慈济医疗基金会。但是慈济医疗基金会呢，就是我们慈济的四大事业里面的其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在慈济里呢，我们有慈善事业、医疗事业、教育事业，还有一个人文事业。那慈济医疗基金会呢，是属于慈济的医疗事业的一部分而已啊。那我们在这个南加州呢，目前有3间诊所，其中第一家呢是在这个1000号 Garfield Alhambra 那个地方，在1993年就开始了。那我现在目前呢，看诊的地方、服务的地方就是在那里。嗯哼，那慈济医疗基金会的宗旨，还有现在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我们的诊所呢，一开始哈，算是一个根，还是一个家。这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南美这个南加州的地方呢，有好几个地方是做义诊的。那么有一些病患呢，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这个疾病上的处理，那在外面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会把它引到我们的诊所。那当然，因为诊所的位置所在呢，也是华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有机会去服务很多很多我们的当地的这个华人。那在 Alhambra 这个地方呢，就从一开始是从义诊的角度出发，所以呢，我们称那个地方叫做义诊中心。那我们也是主要锁定的对象，那就是低收入的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是我们所要的对象。那么经过了几年以后，应该是2005年呢，我们成立了第二家这个诊所，那它是在 South Almonte。 那这家诊所的成立呢，在那当下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人有医疗保险，可是他们并不一定能够找到一个他们信任的地方哈来看诊。那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第二个诊所呢定为门诊中心。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只有看低收入跟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我们也把我们的服务的人群呢放大。我们会收一点点这个挂号金，大概20块美元，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他就可以来看诊。那我们可以提供同样的服务，就是尽我们所能。那诊所的服务呢，原则上是以这个加医为主，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门诊中心，就是一般的诊所。但是我们的特色呢，是我们有在做，所以我们吸引了很多的专科医师，也愿意付出他们的爱心跟时间来我们诊所看诊。那在这种条件之下呢，我们是有各式各样子的专科医师啊，历年来，那他们呢比如说但是医师毕竟是来服务跟帮忙的，所以呢，他们不一定会很长久，有些时候呢来了几年，那因为因缘
的关系呢又离开，可是陆陆续续我们是可以提供各式各样子的看诊，包括一些专科。那现在呢是因为有这个联邦认证，所以我们一方面呢要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些政府的法规，那我们就要遵守这些法规。刚刚医师提到了联邦认证，其实观众也蛮好奇的，到底什么是联邦认证中心呢？联邦认证呢英文叫也简称 FQHC 啊，就是 Federal Qualified Health Center。 那解释一下呢，基本上它是联邦政府跟一些这个慈善的团体啊，非盈利啊，不一定要讲慈善，就非盈利的团体呢，结合。那主要的目的呢是照顾低收入的人。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组织，在全美应该有1400多家类似的FQHC 的诊所。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以家庭医师的角度为出发点，那尽量做到预防医学的部分。那为什么慈济会要想要申请这个联邦认证啊？这个可能要讲它的原始啊因缘的话呢，应该从奥巴马健保开始讲起吧。在那个奥巴马健保的时候呢，大家记得的话，因为透过政府的这个健保的制度啊，很多人呢以前拿不到、买不到医疗保险呢，在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取得医疗保险，这也是政府想要得到的一个目的。那么可是呢，我们发现啊，很多病人呢拿到了保险之后呢，却还是回到我们诊所来，因为他们找不到医师，没错，所以他们又回归到我们的诊所。那咨询之下呢，就发现他们虽然有医疗保险，可是还是很难找到一位医师，或者是他要预约的话呢，时间要拖个2-3个月的等等，那所以又往我们的诊所跑。那么因为看到这样子的现象还蛮普遍的，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接受，一开始是开始跟一些医疗网做结合，那希望我们也能够继续照顾这一类的病人。那后来呢又有一个机会呢发现到有这个联邦认证的资格，就是诊所啊，这样子跟联邦政府呢做结合，所以呢，我们在去年呢就得到了认证。那成为联邦医疗认证中心之后，其实跟一般诊所的差别在哪呀？是预约比较好预约吗？还是预约的话呢，是看诊所的运作哈。那我们目前呢，慈济这个如果要讲全名呢，我们是一个FQHC Lookalike。那因为呢，这个联邦认证啊，不是每一年都有的，它有些时候要等好几年。那最近几年呢是没有这样子的名额，所以呢，为了不就是我们真的很积极的想要服务这一群病人，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取得呢是FQHC Lookalike。那它的运作呢跟 FQHC 是类似的。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针对这一些低收入的病人，尤其是有些人，比如说他们有白卡，可是呢拿了白卡之后呢就找不到医师。而我们跟一般的诊所的不同哈，我是觉得呢最主要的不同是我们很愿意看，因为我们是不会因为钱的这个部分啊，只要是真的有需求进来，我们都会努力的帮助大家。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不同。那成为联邦医疗中心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蛮多的，我不同的层面嘛。我觉得是这样子没有错。第一个当然是联邦的认证，所以呢，联邦政府呢也会补助我们啊。那它的目的呢是希望我们的诊所呢可以做到永续经营。那当然我们一部分呢，说实在的，想要也是希望能够有政府的补助，因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多。那以病人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呢，就是因为有联邦的认证，那也就是说，他补助我们，可是呢，也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他所要求的标准。那他会要我们做的，比如说18项各式各样不同的标准。那这18项里面呢，就是包含一个人他的里里外外的健康状态，也包含了不同年龄层啊，比如说从这个还未出生一直到年长，都是我们的范围里面。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这个政府给我们的一些目标跟方向啊，让我们能够做到更深层的预防医疗的区块。
以前我们在做义诊的时候呢，也就是以义诊中心为出发点的时候，我们想做，但是有些时候会因为金钱上就很困难的去做到，比如说做大肠镜啊，那这个呢可能就会有点困难。但是呢，因为有联邦认证的角度呢，我们在大肠癌的预防的部分呢，就会很积极的去把它做到啊，这个是对病人来讲是很大的不同。在申请成为联邦认证医疗中心这个过程，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专业的人员来评估慈济是否成为适合成为一个医疗中心呢？这个问到这个有点内幕了哈。我们真的很辛苦啊，我们准备了3年的时间哈，申请，然后得到一个FQAC look alike 的认证。那这个过程还蛮艰辛的，我觉得最主要的不同呢是这个架构的不同，因为FQAC 它的这个认证呢，它所要的这些需求跟我们以前在做义诊中心甚至到门诊中心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呢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啊，那但是呢，毕竟政府总是有它额外希望我们做的，然后呢，因为是跟政府有合作嘛，所以他会有很多这个在documentation 就是在记录上呢，就会要更记录的更清楚，而且要非常的细微。然后呢，有些时候呢，我们病人自己就亲自的反映啊，我来挂个号看个诊，做个健康检查，怎么问了很多他觉得蛮细的问题，比如说你是不是同性恋呐，还是异性恋呐？你的这个族群是什么呀？就是这一些，但是这一些问题呢，在政府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很基本的资料啊，也不是说针对任何一个人，可是他就是想要取得这样子的资料啊，像这一些呢，我们就有些病人是会反映的。那我刚刚医生有提到，现在全美有1400多所医疗认证中心了，那有没有分什么哪一类的医疗中心呢？哪一类？我觉得我们FQAC 的角度来讲，基本上就只有一类，那就是做到最好的家庭医生，因为加医的一个门诊中心，因为它是一个Health Center 的话呢，应该翻译成一个健康中心还是门诊中心？那门诊中心就基本上都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呢，只要是门诊能做的事情，尤其是家庭医师能够做的呢，那这一些FQAC 都会做到，而且我们会做到的更积极，还有更细腻。那慈济有提供哪些服务？是不是还有牙科服务呀？目前在我们的慈济的诊所里呢，我们是有牙医的服务，那我们目前也有这个中医的服务，也有眼科的服务，也有中医是对。我上次看到还有针灸，是不是？是在美国呢，中医师是都需要取得一个针灸的执照，对。那如果说像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可以选择说中医跟西医都可以自己做选择吗？是可以的。那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呢是以家庭医师为主，所以我们也就是很希望想来我们诊所看诊的人呢，都把我们当成是他们的家庭医师，因为我们的照顾呢会是全方面的。那因为是我们的病人，那我们刚好也有这样子中医的服务也好，牙医的服务也好，如果有眼科的服务也好，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各个不同的部门。那医生，我们知道这边很多像新移民或者是很多长辈语言不通是一大问题，就是看医生听不懂医生在讲什么，或者他不能表达自己的哪里不舒服，那慈济是不是有提供中文服务呢？是我们目前呢因为毕竟慈济在中国人的社区应该也有点知名度，所以很多人呢也是慕名而来。那他们尤其是新移民呢，基本上是讲中文。那我们大多数的医师都是会讲中文的，包括我自己啊，我们也有讲广东话的医师啊，那我们也会讲西班牙语的医师，所以我们服务的西班牙裔的病人呢也不算少。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联邦医疗中心，你刚刚提到的那么多服务，其实观众也很好奇，那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样好像被你一讲，好像都是和政府补助，那是收入来源是主要是来自哪里？政府是给我们有一部分的补助哈，就是尤其是当我们在照顾拥有白卡的病人，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帮助了我们的运转，目的是要永续的经营，可是我们慈济呢是做了蛮多所谓的慈善医疗啊，那这个区块呢，大多数呢还是依赖着一群慈济人
在木心木爱，那有很多大德的捐赠，那么因为有这些善款呢，我们的诊所呢也能够永续经营，包括我们可以购买一些药物啊，因为有一些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呢，来看了诊之后，他们并不一定有钱购买药物，那只要是我们诊所有的药呢，是只要是指这个西药，因为我们毕竟是以西医为主，那么我们能够帮忙的地方呢，我们就会赠送一些药品。我上次有看到，其实后面是有自己的药房呀。对，我们是有药师因为你既然要给药呢，就需要有药师。那我们的药品倒不是说什么药都有，但是一般会常用的药呢，我们基本上都有好几个选择，像常见的疾病啊，血压药啦，胆固醇的药啦，这个糖尿病的药啦等等，我们都有不同的种类可供选择，所以我们的药房虽小，但是还蛮不错的。像刚医师刚刚有提到，很多白卡的人找不到自己的家庭医师，或者说预约很困难哦，这也是很多民众想要关心的。那像联邦医疗认证中心可以拒绝患者吗？我们不会拒绝患者，只要我们能够服务的，都一定会服务哈。那尤其是拥有白卡的病人，因为在某个角度来讲呢，既然是联邦认证的诊所，那联邦认证的意思就是政府总是希望你能够协助他看，因为这个白卡是政府给的一个医疗保险嘛，哈。那也许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这些病人比较找到他们喜爱的医师有点困难度。那我们都很欢迎能够来我们诊所，我们一定尽我们所能。嗯哼，那现在是诊所现在目前有提供打疫苗新冠疫苗的服务吗？有啊，我们我觉得因为是有联邦认证的这个因缘啊，我们也算是比较早可以拿到新冠这个疫苗啊。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拿到的时候好像是去年的12月31号，蛮有趣的，因为当时拿到这个疫苗呢，说实在，但是那个时候疫苗太新啊，大多数的人呢，包括我自己，有时候都会稍微担心，那有没有副作用啊？所以我们的，可是政府呢，已经开始建议说，所有的医疗人员都应该打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嘛，哈。可是我们开了一个会议啊，好像同仁都有一点点，有点担心啊，是因为怕的，就是怕这个副作用。那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人愿意。一来就马上打疫苗的哈，所以我就只好自己也是第一批就先打了。我是在12月31号打了第一针的疫苗，那么经过一个月之后呢，打了第二针。因为有 FQAC 的关系呢，我们陆陆续续呢就取得了这个疫苗。在那个时候，疫苗真的是还蛮短缺的哦，因为可能是在政府在分配的制度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情况之下啦，我们不是一次就可以取得非常多的疫苗，但是我们一取得疫苗的时候呢，就开放给我们的大德，就是大众呢，一般民众都可以施打，甚至有一些病人呢，一开始的时候有需求，可是他们也并不一定是我们的病人，只要我们能够把他们排进来，我们都会努力的施打疫苗。到现在也打了不少人呢，是。那在成为医疗认证中心之后，有没有听到很多病患的回馈啊？就很感谢有你们这样子的服务。比如说很多人真的有白卡约不到，甚至说很多学生没有保险，真的是都可以过去慈济医疗这样子寻找你们帮忙，对吧？是这种这样子的案例，我们基本上从1993年我们的门诊中心那时候叫做义诊中心成立了以后，就是一直在做的事情。有没有让你最印象深刻的？要讲到印象深刻啊，对啊，有许多呀，比较印象会深刻呢，还会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病情。我记得有一位出家师父从中国大陆过来美国，他是来弘法的，那么也因为我们是佛教的团体，所以呢他就慕名过来看诊。那么来看诊的时候呢，确实也有一点不舒服。那在检查的过程中呢，结果我们发现这位师父呢是有在那里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哈，之后发现他是有胰脏癌，所以呢就要把他送回国内哈，但就是建议他这个时候可能不太适合在美国到处去说法啊，像这个我就印象就非常深刻哈。那当然还有很多
个案啊，因为我们毕竟做这方面已经这么久了，但是你一下子问我，我就马上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案子，因为我真的对他印象是蛮深刻的。我之前听说慈济医疗中心那里可以提供游民是洗澡吗？还是？是我们诊所呢是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我们照顾的街友还蛮多的，现在人数比较少了，但是在尤其是在初期的时候呢，十来年啊是还蛮多街友的。那这些街友呢，他们来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没有机会清洗盥洗自己嘛，哈，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诊所的时候呢，就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厕所男女厕所里面呢都是有一个卫浴设备，那这个卫浴设备呢主要就是提供给有需要的啦，但是大多数使用的就是街友。那我在我们自己诊所时间也蛮长的，有时候我也都是在那边自己洗澡。那医生还有现在在持续义诊的服务吗？有，这个是不间断的，因为这是我们慈济医疗置业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啊，那就是做义诊啊，因为我们要进入到不同的社区啊，尤其是得不到医疗服务的社区，所以只要有因缘呢，那我们评估了之后呢，能够做到我们就会过去，这就是每一个不同的点义诊的点成立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医生，我蛮好奇一个点，就是大家都有跟我提到说，在慈济拿药会比较便宜，到底拿药便宜的运作是什么？拿药比较便宜，或者是说像他们说每个三个月就得固定回去拿一次啊？对啊，是来我们诊所看诊拿药不是比较便宜，因为我们根本不收费哈。只要是我们有购买到的，因为我们不是每一种药都有，但是我们的选择性还蛮有弹性的啊，根据每一个病人的需求。如果病人没有办法自己在外面购买药物的人呢，只要我们诊所有，我们是会给的啊。这个还是主要是以西药为主，因为中药呢，还不是真的百分之百纳入我们的医疗体系嘛，哈，所以我讲的是指西药。那你在慈济基金会这么久的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像是一个家的感觉？当然有啊，每天服务就像跟家人相处一样。我在我们诊所的时间比在家时间长多了，所以你大多时间都花时间在就是在这个基金会心力交瘁的吗？不会啦，我做得非常的发喜，我一看到每天都笑容满面的。真的，这些年来啊，从2010年算是那一年开始。比较密集还是进入慈济到现在啊，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因为我做到我能做的事情，我想做的事情啊，那最大的改变是在这边。我自己的诊所以前也做的也不错，但是还是不一样啊，因为在我们这个慈济的这个诊所还是这个环境里做医师啊，我比较没有金钱上的压力啊，因为我可以百分之百的付出，认为我在付出，可是。现在问我呢，我会觉得我得到的更多。你说你是成为执行长之后，你得到的更多？那倒不是执行长，我以前就得到很多，不需要执行长。是心理的回馈吗？没错，没错。这个呢，真的，这个又就是把故事再拉回我一开始所讲的哈，就是受到的感动。可是你没有自己经历过，你不一定能够发现这个。所以呢，我是自己走过了这十来年，我才有这种感觉，而不是一开始我就会有这种感觉。一开始我是受到慈济人的感动，那我想要认识这个团体，可是实际上呢是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呢，我才发现我付出不多，可是我所得是很多的。那接下来我对慈济基金会有什么，就是还有什么愿景啊，还有什么规划？我们慈济的医疗置业哈是要持续下去的。那当承担执行长呢，是真的是一种承担啊，那也是刚好有这个因缘，能够承担这个位置。那我是希望呢，把我们医疗基金会呢，是不但是在 FQAC 这个区块，我更希望呢，在我们做慈善医疗的部分呢，能够更彻底。那在我们医疗呢的这个置业里呢，是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要医人、医病又医心啊，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那我们是朝向这个 mission 在做的。您刚刚提到的医心哦，很多人最近你知道，现代人很多都被受忧郁症所困，那慈济基金会是否有提供这种心理医疗的？我们目前呢，诊所里是没有心理科的医师，但是呢，我们是有管道可以
让病人可以得到心理方面的这个治疗。那我在讲这个医心呢，倒并不是指纯粹单纯的指这个心理上面的疾病之外，因为它也算是一种疾病，好，所以这是属于医生还是医病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医心呢，最主要啊是因为我们的上人呢教导我们在做医疗之业呢，也是在修行。那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就好像我刚才总觉得说我在做这些事情，可是我非常的欢喜。那因为我觉得很欢喜，那当有一个病人进来看诊，他也得到身体上疾病的这个缓解之后呢，他应该可以感受到我的欢喜。那我会跟这一个人分享我为什么会欢喜。那我也希望大家不是只有来得到服务，而是也是一起付出。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呢，尤其是我们的病人呢，也加入我们来当志工。因为呢，当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才会得到欢喜。那最后要请医师来提醒各位观众，白卡申请的部分好不好？白卡申请的部分呢，这个是一个政府的一个福利吧。那当然呢，正规的管道呢是可以从社会安全局那边。那我们呢，在诊所呢也是有社工，所以我们的社工呢是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所以在我们的病人呢不是很了解自己是不是可以申请得到啊，符合的项目需要准备什么文件啊等等，那我们的社工呢是可以协助的。如果不了解的话，就是打电话过去到慈济医疗询问。对，我们的我们会安排一个时间，那我们的社工自然就会跟为大家服务。那最后能不能请医生帮我们跟观众分享一下，如果说今天真的想要进去慈济医院，比如说看诊的话，大概有怎样的流程呢？打电话到我们诊所吧，这是最直接也最简单的。我们尽量不鼓励 walk in 哈，因为我们现在的病人的流量呢也算是蛮大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疫情间呢，我们的品管呢是稍微严格一点哦，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很多人在我们的前台那边呢在等待，因为毕竟要有一个人数的控制，所以我们是很希望尽可能是帮大家约一个时间，但是有一个比较 urgent 就是比较紧急的话呢，我们当然也不会拒绝，不过我们是希望可以的话是让大家先有一个预约的制度。医生刚刚有提到的白卡申请，是不是要申请白卡前要先确定自己是否符合申请白卡的条件？符不符合白卡的条件呢？这个是申请的必备嘛，对不对？那条件呢是政府规定的，那能不能够取得，那就当然是看每一个人的条件。我也许在这个地方呢，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会因为你没有白卡就不看你啊。这是我们一路走过来，我们的重点呢是我们的 mission 就是医人医病有医心，所以真的需要我们的人呢，我们都会尽量的去帮忙。那目前白卡还有提供哪些福利呢？白卡有提供哪些福利？白卡是一个医疗的保险嘛，政府提供的，所以跟医疗有相关的话呢，这种医疗保险就会有，看诊啊、看医师啊、取药啊，有需求需要住院的等等，这些福利都是在保险里面。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观众，就算真的有白卡了找不到家庭医生，慈济还是都会就是帮你们提供一些医疗服务。是，希望我们是你们的首选。那你们来的时候呢，会感受到我们的爱。那医师刚刚有提到说，慈济如果说接到今天没有医疗保险的病患的话，如果他今天进来看诊，那如果你看诊之后觉得这个病患是真的非常低收入的话，你们接下来会怎么做呢？因为是联邦认证的关系哈，其实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呢走进来我们的诊所，我们会先做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我们会咨询一下病人的收入，还有家里报税的人数等等。那有这些资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病人呢，他的收入是低收入、中收入还是高收入。那么有一些人呢，如果他是属于低收入的话，那也许他是有资格可以取得白卡，因为我们诊所呢是有社工，那我们注意到这一些比较低收入的人呢，我们就会安排让社工来协助，看看可不可以取得医疗保险，协助每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进入到我们的主流，就是有医疗保险的主流，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的线上讲座，我们感谢邓医师的分享，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感恩主持人，感恩电视机前上的观众朋友给我这些时间，感恩大家。谢谢邓医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是长青保险的文玲，一起来聊聊关于红蓝卡的相关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长青保险的邱文玲，文玲姐来替我们分享。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邱文玲。那大家都知道2022年哦，其实今年新冠疫情持续下，那现在也有推出很多的投保期已经开始开放了嘛。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红蓝卡，那对于很多红蓝卡的民众来说，也有推出很多新福利计划，对吗？对对对，所以每一年呢，在年底这个时候呢，10月15号到12月7号是我们勤益健保的开放转换期。那这个期间呢，有要是每一个人的身体的情况，或者是说对福利有不同的想法、看法，或者是有需要的话，那这个时候是一个转换的时候，所以呢，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有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的药物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来查询2022有什么是最适合他们明年的一些健保计划。很多人说开放投保期，开放投保期的意义就是这些。对，因为呢，它美国呢现在呢所有的健康保险都有一个时段啊，所以要是说我们这个时段没有追上的时候呢，以后要来转换的时候就要有不同的特殊转换期，所以这个时期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看到很多的文宣嘛，很热闹，对不对？那就是说你要是不想转也可以，可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年跟明年的不同，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保险，比如说 right， 那要是说我们想要变动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就是要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计划在明年跟新的计划在明年啊，对你有什么样的差别。那同时因为我们医疗方面呢，保险方面呢，跟我们的就医医院医生还有所有的医疗场所都有相关，所以这个都需要注意。那医疗联邦医疗的基本要求有哪些呢？联邦的医疗基本要求呢，就是说当我们65岁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残障的人士呢，他是有权利加入红蓝卡，就是联邦的医疗卡。联邦的医疗卡呢，它的范围非常的广大，就整个美国，是吗？所以呢，那这个红蓝卡本身呢，因为它基本上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报了税、缴了税，所以呢，我们上班的时候会有一个 Medicare 的一个税啊。那红蓝卡分成两个部分，就是 A 住院跟 B 是门诊险啊。所以呢，这个要是说我们今天在公司有上班有保险，我们也可以选择用公司的或者是用红蓝卡，就是联邦的医疗制度。那要是我们今天是个人保险，就是 Obamacare， 那我们当然一定要用红蓝卡，因为 Obamacare 只能到65岁。要是今天我们有白卡，我们也是要在这个时候注意转换。我们没有保险，我们要注意看看是不是可以申请到红蓝卡。所以呢，这个红蓝卡呢，它有不同的选项福利哈，还有资格。就是现在我们要接下来要谈的，就是红蓝卡的还有它的健保制度，对不对？对，是。这包含了一个叫补充保险的部分，能不能请文玲帮我们解释一下？对，所以红蓝卡我们基本上先讲一下它那个构造哦。红蓝卡只有两个部分 ，A 是住院 ，B 是门诊。住院的部分呢，它包含的基本上就是会过夜，或者是说有关于大的机构啊，那一般就是医院啊、疗养院这一些，所以 A 的部分负责的就是这个方面。那其实保险呢，那个 A 这个住院险也并不是不要钱的，所以红蓝卡本身呢是有一个471块钱，2021就今年了哈。那2022的资料还没有出来，可是今年呢，它是471的保费，我们缴了税，上过班缴了税，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用付。那要是说我们参加 B 的部分，就是门诊的部分，门诊的部分呢，它包括的就是看家庭医生啊、专科医生啊、验血啦、X 光啦，所有的护理哈，就是说我们当天几乎是当天要完成的那些医疗动作呢，那个都算作门诊哦。那它的保费是今年是148.5，这个148.5呢是每一个人都要付的，除非你有白卡。有些时候你要是有白卡的时候呢，白卡会帮你付这个保费啊。那因为呢，这个 A 跟 B 住院跟门诊，虽然它
囊括了大部分的医疗，可是并不是全部，因为药物非常的重要，对不对？药物非常的贵，而且这边美国这边的药呢是没有上限，所以呢政府规定他那个联邦那边给了 A 跟 B， 可是你要在民间买一个药的保险，叫 Part D 吗？叫 Part D。可是你刚才回来解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有人会选择补充保险，就是因为联邦政府提供的 A 跟 B 住院跟门诊险呢并不是100%的全包，所以我们一住院的时候呢是有一个1484的一个 deductible， 就是自付额，那门诊的部分呢有一个203的 deductible， 再加上20%，那这些费用呢就很难去预估，所以很多人呢他干脆也是跟民间的保险公司买了一个叫补充保险，所以整个合起来我们把它当作是个 PPO 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就医啊、哦。那这个 supplement 就是说补充保险呢，只要我们就医红蓝卡付了那个保费，那其余的余额是我们的责任，supplement 就是补充保险会帮你把这个余额尽可能的补足啦哈、嗯、那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有个保费的，那它的保费大概基本上差不多120一直到400左右，看年龄看区域哈，所以当然就是看你有没有抽烟，没有抽烟有一点点的要报价了哈、嗯、所以这个就是联邦政府的最基本的一个架构，就是红蓝卡再加补充保险再加药的保险。那维尼，那 Part D 的药物保险要怎么选择呢？所以药物保险 Part D 呢，其实那个保险公司也是蛮多的、嗯、保险公司的产品也是蛮多，有20-30种、嗯 right? 那因为呢每一年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会变动，那当然就是说药物每一个保险公司有它既定的药单、哦嗯、所以药单大跟小跟你的保费的多跟少也有关系，那药明年的保费呢从7.5块一直到160都有，价差很大，价差很大，所以你7.5块乘以12个月，你的保费跟你160乘以12个月的保费，那你那固定的预算就这个是第一个预算。嗯，那药品的选择就是包括也很多吗？包括也很多，可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健康情况哈，除非我们预测我们会有癌症，比如说我们有比如说神经的那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病症是很难预测的，对不对？那现在的有一些病况也是科学家或医生还没有办法抓得紧的、嗯、那当然那些药物会非常非常的贵，可是一般的人慢性病的药都不贵，都不贵，所以药物基本上有分成普通药跟名牌药，还有一个特殊药哈，所以一般有1、2、3、4、5级。那这个药的选择呢，一般我们是看你现在用的药，因为我给你最贵的保费的，虽然没有 deductible 480的 deductible， 可是你付了那么多的保费，你还是要付 copay， 还是有 coinsurance， 所以不是免费的哈。所以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说看你的药物来比较你明年最适合你的好，那你就知道就是说你明年在你的药物上头你大概至少有多少的花费，然后要是突发的情况，因为有一些人他去医院，那有一些医生会开抗生素啊，有一些短期用的药，那个我们基本上不算了好，因为这种东西你很难去预估。那大多数民众他的药的价位大概配置的价钱大概的多少？我们想都是中等价位，那当然就是说最便宜的药它的 deductible 是从第二等级就要开始用，第一等级是普通药哈，那第二等级也是普通药，可是大部分的保险公司呢 deductible 都是从名牌药才开始跟你要、嗯、所以看情况，因为有些人跟你讲他很健康了，对不对？有些人他在国外了、嗯、那有些人他有他自己拿到药的那个他的资源，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说我们看着你的需要来帮你选择。嗯，那健保计划目前有什么地方可以做选择的吗？嗯，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传统的红蓝卡再配置一个补充保险，所以你的费用你有了这些保险之后你的费用就非常少，来然后再加上一个药的保险，这样子政府是 OK 了，没问题， A B 跟 D 药没问题。可是呢有一些人他想要更省钱，因为他不想除了红蓝卡给了政府148 Part B 的保费之外，他还要付 supplement 的保费，还要付药的保费，那他想说那我就想要不要付那么多钱。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下来的选项就叫做 Medicare Advantage 的一个计划，类似 HMO，
那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红蓝卡的权利跟资格，我们基本上把我们自己整个人包给了这个保险公司哈。那这保险公司呢，民间保险公司大概有十多家啊，那产品也有六七十，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产品。那我们怎么来选择什么样叫做省钱，可是又可以得到很多福利的嘛哈？那所以呢，明年就是2022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点混乱，就是说突然之间 HMO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家庭医生，要有一个医疗网来做审核，我们就医或许不是那么的直接啊。那我们也没有，我们的选择一定要在一个医疗网的合约里头，可是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不需要再去买 supplement， 我们也不需要再去买 Part D， 因为全部都包括在里头了。所以这种 HMO 的计划呢，也叫做 MAPD， 同时也就是我们讲的 Part C。所以刚才我们不是有 A 哈 B 然后 D， 那个是自由 ，right？ 那我们现在把所有东西整合起来，我们叫做 C 的计划。红蓝卡它联邦那边是把这种计划的种类叫做 C 的计划。这个 C 的计划呢，就是 HMO， 那保险公司之多。然后呢，我们今天很多保险的产品，就是你看家庭医生不要钱，专科不要钱，做 X 光不要钱，做扫描不要钱啊。同时，他也可能送给你配眼镜啦、助听器啦，比如说他还有健身房啦，比如说他还有非处方药、维他命啊那些东西。那不方便的地方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经过家庭医生来做转诊审核。要是今天你觉得你看了眼科，你觉得你不满意，好，那你觉得结果不是我想象的吗？哈，这样就很难换。你有第二个意见的权利，就是说我可以要求 second opinion， 可是你 second opinion 也是在同样一个网内 ，right？ 所以有些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放心，因为有些时候你看不清楚，你那种不舒服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要是医生一个、两个医生都跟你讲，哦，就这样子了，哦哦哦，然后就是你再点个药，你再怎样。有些医生干脆就跟你讲他不看了，因为他再看下去也没意思了，你知道？那这个时候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的红蓝卡的客人是没有办法走投无路了哈，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有 PPO， 对不对？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 HMO 的选项里头有这么好的福利，那我们怎么选？当然另外一个选择的方式就是医疗网。我们今天要是说不想多付保费去买 supplement 跟 Part D 的时候，我们的医疗网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医疗网跟医院跟你的所有的厂商，就是包括验血的啦，包括那些的品质都相当的有关系。那比如说今年也有一个乱象，就是说有些医疗网竟然把客人所有的私人的资料都给了外面的人去找保险啊，这个是私人的资料在美国其实在医疗界上尤其是非常的就是有个人的隐私机密啊，一般是不能够把资料给别人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也要比较小心的，就是说我们在选保险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要选我们的医生哈，我们有多少转换的空间。要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医疗网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医生，可是我们后来我们想说我们要去一个不同的大一点的地方的时候，在这个保险内有没有医疗网的其他选择。所以今天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今天有红蓝卡哈，那我是个红蓝卡的人，我要选择福利，所以那个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制造福利每一年都会变动，可是他制造福利的时候他需要来执行福利，因为他既然跟政府说我要提供这些福利，那我当然要有人能够给出去嘛，对不对？所以保险公司他要去合约，他要合约药店好药厂，他要合约医院，他要合约医疗网跟医生。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一个保险公司他可能有合约非常多的不同的医疗网，不同的医院。好，所以我们今天参加保险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是卡死在一个角落哈，就是还是有空间的。那另外就是明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产品，就是它竟然可以退费给你。对，就是我现在问的就是什么健保的现金回馈制社会是这个吗？是是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很多人在问，看起来福利很好，可以退到1500，是是是是，对对对对。那这个退费呢，它是直接跟，因为它保险公司跟政府有合约，所以它这个退费呢，是政府就直接从他们的
费用里头拿出来，然后放到你的 Social Security、嗯、所以要是我刚才讲说我们 Part B 要148的保费的时候，148很多人是从个人的退休金里头去扣，好，你要是今天还没有拿退休金呢，政府是会记账单给你，好，那这个退费呢就基本上就直接进了你的 account， 好，所以你是不会摸到这个钱，那当然就是说你的花费会少很多，等于说我们刚才讲的就省了一年省了1500嘛，哈，那相对的呢，一般来讲呢，他要给你这个费用的时候，是他把他要提供给你医疗的资源里头他先抽出来了一些，因为所有的福利都经过精算的，要是今天比如说你今天年轻一点的人，或许你大概预算是一个月平均下来是500块的时候，那你这500块那个保险公司他要去均对，他要去精算说你看医生是多少钱嘛，拿药是多少钱，所以他要把这个钱分掉之后他获利是多少，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明年的乱象是因为有很多的竞争，所以有个保险公司呢，他竟然在给了1500的回馈之后呢，他竟然他的福利相当的优厚。其实那这个乱象呢，当然对消费者是好事，对不对？好，那可是问题就是说，当政府认为就是说你竟然有这么多的利获利这么多的时候，那我是不是以后干脆我就把大家红蓝卡的受益人的预算削减，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是有前后因果的啦。不过从消费者的一个立场来讲呢，是好消息，好，也不是坏消息。那当然就是说从我们做保险的立场来讲呢，因为我们做的保险公司非常多，产品非常多，当然就是说这种东西我们也都是可以替换就是了。那如果说目前有公司的团体健保的话，也有红蓝卡怎么办？要是有公司是有冲突的吗？你基本上就是不要两个同时拥有 ，right？ 因为呢，保险呢是有一个叫 coordination， 就是说你今天要是有两个保险的时候呢，两家保险公司就会去寻找谁先付谁后付，谁该付谁不该付。那我们消费者当然就卡在中间了，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做主哈。那要是说我们今天公司有提供保险，或许公司付了全部的保费，对不对？那公司的福利是什么？那我们再来比较，我们要是红蓝卡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福利？那你比较上来讲，老实说，红蓝卡的福利是非常非常的优厚哈。选择对自己好的啦，对。选择对，可是不管怎么样讲呢，我们65岁以下的福利呢，都有 deductible， 都有 co-insurance， 然后保费非常的高啊。所以就是说这种东西种种的比较下来的时候，一般的人当然是会选择红蓝卡，除非这公司非常的大型，那他用的是 PPO 是全国性的，对不 对？那个时候你也不用付钱啊，那当然就是另当别论。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一般的人大部分都是会去选择红蓝卡，可是要是说你今天选择红蓝卡，没有把公司的保险停掉，那会又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同时刚才你讲的同时存在，就会有可能的存在的一个问题在那里。那如果说今年还有奥巴马健保，那今年刚满65，那该怎么做？所以你有奥巴马保险的时候呢，在你靠近65的时候，你会收到一封信，就是说奥巴马保险就不适用了哈。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应该要申请红蓝卡。那有些人他不知道，或者是说你的奥巴马保险，你去申请红蓝卡的时候，你并不能够同时拥有 A 或 B， 因为很多人有奥巴马保险的人并没有缴税，并没有打工的10年的记录。所以呢，这些人其实还可以保留奥巴马保险，因为他并没有办法拿到完整的 A 哈，因为 A 的部分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有一个保费哈，今年的保费是471，如果你没有做到30点，就30G的点数的时候，你是有一个259的保费。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并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去申请 A。或 B， 那个时候你应该是保留个人保险是比较好。那要是您今天有白卡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做法，因为你有白卡的时候，65岁以下跟65岁之后的白卡的审核资格是完全不同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个红蓝卡的申请，跟如果说还有不到这些点数的话该怎么办。那我们现在想问的是，如果说我想换健保，那我不想等转诊的话该怎么做？
你是说我们想要换健保，是说我现在有什么健保，对对对，我想要换到不同的，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转换期，所以年度的转换期这一段时间呢，你是可以从一个 HMO 换到另外一个 HMO， 你也可以从 HMO 转到我们刚才讲的 Supplement 跟 Part D， right？ 那我们今天讲 HMO 转到 Supplement 跟 Part D 的时候呢，当你不是65岁，你已经到了66岁以后，可是比如说我很健康，我 HMO 我享受很多福利没有问题，可是呢突然之间我有一个很重大的疾病，那个时候我想说，哦，现在这个转换期我是不是就可以换到自由的自由就医的，对不对？我不在乎付钱，可是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他选客人，他选客人，因为他这个 supplement 是民间就是保险公司自制的，所以他知道大家会花钱来买，就是因为你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有一个 underwriting， 就是个审核，他不见得会接受你。嗯，这真的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对检查，因为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哦，打电话去问你也不知道，哪一个医院也都推脱说这不是我们范围。对，对，尤其是转诊啦，因为现在有一些医疗网，他转诊就是非常的。转诊容易，看医生看不到，你要约个医生的2个月、3个月、啊，然后呢，因为很多医生其实他也不喜欢太冒险去看新病人，所以新病人是比较辛苦一点，就等得蛮久的，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想说算了算了，我就到一个 PPO 的情况，就是我们自己自由就医啊，就不要接受这些限制了。嗯，那我你现在知道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在国外或者留在亚洲，那如果说今年刚满65，人却在国外，这时候该怎么做呢？所以你如果人在国外，其实我们可以上网去申请你的红蓝卡，比如说 ，right？ 那你如果今天上网去申请红蓝卡的时候呢，红蓝卡它不会就只有接受你网上的报的申请。他一定会跟你讲过话，确认是您本人啊。那确认本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又要你把你的原件给他们看过哈。那原件这种东西，尤其过去2年来呢，大家很不放心挂号寄到 Social Security， 所以呢，其实现在 Social Security 也渐渐开放了。不过如果今天您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到那个办事处，其实办事处很方便。你只要跟他约个时间，他帮你盖个印章，哈，那你那个就是已经就是等于是他已经见过了你的文件，所以 Social Security 可以接受。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同时可以帮你办一个健保，让你能够节省钱、，right？ 等到以后你回国的时候，我们再来调整其他的保险。好，那如果说目前已经65岁了，也有白卡，那也有红蓝卡，是同时存在是可以的吗？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来了，我可以医保吗？还需要再买药保吗？所以有一些人他有红蓝卡，然后呢他也经过审核，他的白卡也同时存在哈。那基本上呢，这是个就是说你已经有了你的自由，你还是需要一个药卡，因为白卡呢到了65岁以后呢就没有药了。所以你还是有一个药卡，可是如果您今天的白卡是一个全付完整的一个白卡的话，那这个保费30多块钱白卡会帮你付，所以你不用担心。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把我的红蓝白卡交给一个保险公司，同样的就是你今天把你自己的传统的就是我们原来有的卡给了保险公司之后，你得到的就是更多的福利。好，比如说你到海外去的时候，紧急医疗你也可以报销，好，报销到5万，报销到没有上限，或者是说你今天也有那个非处方药啦，交通接送啦，现在还有那个紧急呼叫器啦，就是怕你跌倒找不到人啊，很多送的东西。 对, 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看您的健康问题嘛，哈。要是您今天需要到处就医的时候，那就不适合去参加一个健保公司。要是您今天没有关系，哈，可以享受一些多出来的福利的时候，那我们就选一个最好的健保公司。那文玲，我要需要你帮我们解释一下红蓝卡的申请条件哦。红蓝卡的申请条件呢，蛮简单的，就是你到65岁之前3个月，你可以到 Social Security 或者是上网去申请啊。那有一些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要是您今天上班你有保险，你需要申请吗？你不一定要申请，可是呢有一些人觉得就是说，那我还是申请好了，因为我大概快要退休了哈。那要是说我们今天还是65岁了，还是继续工作，想用公司的保险，你任何时候你要退休，你只要跟公司拿一个单子，就是说我就要退休，我的福利就要终止，拿到 Social Security， 你的 Part B 马上就可以开始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做法。那当然，要是今天我们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一启动红蓝卡哦，你一定要付费。对，你不付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罚款。嗯，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刚才也是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他说我根本都没有用到，我为什么要付这个钱啊？我可不可以不要用啊？有大部分都在国外啊。啊，不行啊，就真的不行。对，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还是帮你参加一个退费计划好了。嗯，因为就算你觉得你回来或不回来，你要是这边有资产，你就算你不回来，你那个账单是无限增长的。没错，对，是。那如果说新移民，很多人说报税点数是要到40点吗？对，是，它不够怎么办？刚刚过来几年而已。他不够，他 OK。你今天是新移民，你一定要有5年的绿卡，才有资格去申请红蓝卡。对，那你今天就是要做10年，你才有资格拿到 A 这个福利哈，不要钱。那你要是今天还没有累积到那种点数的时候，那你就是选择别的保险。你今天要是有个人保险，你保留；你今天要是没有个人保险，那你可以去买。那你今天要是说在这边已经住了5年以上，有绿卡5年以上，然后你要买的时候，今年的价钱是471，是 A， right？ 然后呢 ，B 的部分是148，这个价钱总加起来你觉得很贵，可是其实也不贵，因为我们个人去买保险哦，你要是60岁，肯定是将近差不多3000了，就是700-800以上，而且里头是没有内容。完全都是 deductible， 所以就是也有一些人来了这边之后呢，他符合资格可以买，可是没有点数，他也是买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是，你有了红蓝卡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选项。那文婷是不是要提醒一下观众，现在加州还是有需要人人健保的规定，没有健保是要有罚款的，对吗？对，是。所以呢，我们 Obamacare 就是我们今天明年啦哈，就也没有那么多的补助了，因为基本上生活会要。应该是要渐渐上轨道，所以 Obamacare 呢，要是你没有保险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点罚款。同时，我们今天红蓝卡的人，要是你今天没有红蓝卡的时候，就算你在国外，也都是要有一个预报了哈。你应该跟大呀，你应该有是全民健保，所以你是要有一个保险。所以不管你是没有 Part B， 或者是没有 Part D， 或者是你没有个人保险 Obamacare， 你都是会受到罚款的一些限制的。那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请你强调一下，现在申请红蓝卡的时间是什么？现在申请红蓝卡，就是说我们现在申请红蓝卡是65岁，哈，差不多，或者是说我们退休的时候，那是个申请期。可是转换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转换期。转换期是15号，10月15到12月7号，1月1号生效。可是1月到3月之间也有一个尝试期，哈，那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1月生效之后，可是呢，我们不喜欢我们选择的，在那个时候 HMO 可以换到另外一个 HMO， 所以到3月31号之前。还有一个转换的时间，你还可以自己选择说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或者你想不想要的。对，因为有些人转换是因为牙科啦，是因为医生啦，或是有些没的福利，可是你一月实行的时候，你觉得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也要提醒观众，不要说哦，身边的朋友选哪一个，你就是选哪一个，不一定是适合你的保险方案，对吧？对对对，因为我们听到很多人说哦，我的朋友说这个好那个好，对不对？可是。不管你怎么讲，他们的经验是有限的嘛，对不对？他刚好，搞不好他很顺利，他什么东西都是医生什么，他没有什么病痛，他当然很好。可是呢，有一些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每一家保险公司他的执行、他的顺不顺利、他流不流畅，也是每一个医疗网也都是不一样，尤其是医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哦。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医疗的一个。顾问，比如说，因为像我本身在医院跟医疗网都做了很久，所以我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保险公司今天会给你这个福利，而不是那个福利？为什么这个客人得不到他要的东西，然后他就说这个保险好跟不好？其实保险是中立的，对不对？那好跟不好是自己的经验嘛，哈。所以就说这个是蛮重要的，而且同时就是要有人能够帮你在你需要有问题的时候，能够帮你能够开拓、开宽，让你能够懂，不然的话。你病在当头的时候真的是蛮难受的，其实。那如果说目前你已经拥有红蓝卡，你已经有申请 A 跟 B 的部分都有申请了，那今年需要再申请一次吗？哦，没有。所以要是说今天我们已经申请的话，你就持续下来。所以你今天也会收到那个信件啊，就是说每一年的年底，你基本上
那个 Social Security 也会跟你讲说你的退休金是多少，比如说哈，那他扣了你多少的保费，比如说，那你的银行应该是进账多少哈。然后要是今天我们有了一个保险公司，可能我们想说算了，可以了，不用换了啊。那你当然就说你什么都不要动，你就持续下去。可是你要知道，有一些保险公司他会换产品。他会说这个产品明年没有了，取消了。当你不知道然后没有去动的时候呢，他会把你塞到一个比较不适合你或适合，一般是比较不适合啦哈。因为比如说今年的药的保险有一些产品取消了，那这个保费本来是30块钱，明年变成90块，那有一些人发现了，有一些人没发现，那你1月的时候你就卡住了哈。所以这个也是都有在进行当中，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就是。明年2022年的新福利计划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新福利的计划基本上都是从竞争的起点，很少人是说为了客户了哈。那竞争的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的保险比以前少一点点，可是呢，就是说一般我们普通药来讲，没有比去年还要少，所以普通药的那个选择性是蛮大的。所以明年的药的部分，你的保费也可能有可能更低，你的药钱有可能更低。然后在福利上呢，明年呢也有一些保险公司开始注重，比如说你生病之后，你出院之后是不是送餐到家啊？然后也有一些保险公司说，哦，他可以给你多少个小时的有人到家里陪伴你。好，那当然也有是我们现在开始流行的就是线上就医，好，线上就医那个 Teladoc。 可是呢，因为我们比较不太适应，就是不是面对面了哈，所以呢这些东西就渐渐在发展当中。那当然从我们能够适应，然后一直到觉得就是说，哦，我们也很喜欢这种方式，还有一段时期，因为有文化上的差异嘛哈。再加上因为我们的族群呢，很多老人他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年轻人都不在，对，所以这些科技上的东西就很难去。像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参加了一个计划，他收到一个东西，每天4点早上叫来叫去的，其实那是保险公司送他的一个扩音机。他说他也没有聋，对不对？那个东西，我说那你就把它丢到车库去吧，因为他4点，他说叫来叫去，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这种东西，这个是科技的进步。所以你照相给我看的时候，我就想，哇，这是个扩音机。他说我也没聋，对不对？所以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新的花样一直在进行当中。对，适不适用，用不用得到，这个是个人嘛。对，这个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沟通，就是说你要找一个好的健保的顾问，就是有这样，而且就是说我们随时都可以帮你解答，而且随时关心您的福祉。那目前申请红人卡有需要特别准备什么材料吗？除了像上网申请之外。政府有你全部的资料，他有不，他可是他要认定你是不是本人，所以有些时候他会要求说您的身份能够证明您身份的原本证件，所以比如说你的出生证明，好，比如说你的公民的宣誓那个你的那个宣誓纸那个纸啦哈，对不对啊？然后呢，有些时候护照，那这些是要原件，可是我想。在疫情那个时候呢，因为你挂号但很多东西丢了啦，这丢了是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到后来的时候 Social Security 他就稍微有一点改进了哈，他觉得这个也不太行。所以呢，这个证件呢也就差不多2项啦哈，2项能够证明你真实的身份的哈。那有一些人他的驾照跟他的 Social Security 那个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拼音不一样嘛，而且很多人他做了公民之后呢，他都有一个英文名字，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Social Security 要去印证您是不是本人啊，所以也都蛮简单的其实。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现在很多像新冠疫情期间嘛，那很多说在海外的长辈想要来美国拜访一下自己的子女，那没有当地的健保的话该怎么做呢？你说来美国没有当地的健保？对，没有美国的健保，或者说不小心感染了新冠病毒，那如果要小孩要怎么可以帮自己的爸爸妈妈申请健保呢？你到了医院的时候呢，他有社工。你要是今天选择性的就医的时候，那是你的事情，就不关。要是今天我们是急诊，从急诊室你被放出来，那个是你的事情，那个保费是天高，对不对？天高。要是你今天你要是从急诊室，因为你真的是有很大的事件而住院，
那医院的社工就出来帮你办理，因为他也医院也不会要赔钱，他跟政府也有协定，为什么要去照顾这些人？可是呢，有一些人，因为他其实美国是只要是你成人都是个体啦，哈。那很多人因为医院当然就是说他们也看得很紧，他也不愿意你进来之后每个游客没有资产，每个人都没钱，对不对？所以他们也是会尽量能够叫你先付一些钱。然后呢，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付了很多钱，因为他们大概也不太知道，就是说因为爸爸妈妈其实也没有办法付钱，可是小孩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拼命去筹款去付。 对，可是一般的医院它是有可以帮助您的一些资源，对对对对，所以呢也是要小心啦，因为在国外嘛，因为有些时候出院之后是您自己的责任了，对不对？出院之后很多后续的，而且在医院里头在这边就医呢，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分开算的，你有医院里头来看你的麻醉师啦、专科啦，都是个别跟你记账单的，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最后我们要补充给说，现在今年要申请红蓝卡的民众们，今年要申请红蓝卡，要是说您今天是在三月就比如说就65岁的话，那您就是要在12月的时候去 Social Security， 或者当然就是说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跟你解释怎么样去取得你的红蓝卡。好，这个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所以也不会故意有人挑难。可是就是说他因为你的资料在政府的档案里头，一切全部都要照着规矩来走。所以呢，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可以跟你让你了解，就是说您的涉案局是隶属于哪一个区域，还有你们需要准备的证件是什么。如果真的不小心忘记了这个投保期，过了这个投保期，那要该怎么做呀？你如果过了这投保期呢，就变成每一年的一月到三月，每一年的一月到三月是每一个忘了或者是没有申请红蓝卡，还有一个转缓冲期，对吧？对，就是因为你每一年的一月到三月是您来申请，然后呢，每一年统一是七月生效。那你知道你没有，你忘了跟到你生效的时候，你已经有段时间，那个就是你的罚款的累积了。哦，就是有罚款的，你会有罚款的，因为像那个 Part B 的话是 5%， 你知道，然后 Part D 是 1%， 所以它会一直累积每一个月这样子。那以上今天就是今天的线上讲座，谢谢文言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的观看。东森每周电视线上讲座，10月30日上午10点，邀请专家针对联邦医疗保险提供最新最完整资讯。佛教慈济美国医疗基金会将为您详细说明如何申请医疗白卡及慈济的各项医疗服务。敬请锁定东森每周线上讲座。